前天是大前天，然后打了三条，卡了四条。哦，那这样不行吗？你说这个，所以当天我的改的，改的你看，我说这样不好了。我说打得好好的，那电机也换过了。不是卡了，那是什么？二轮线里面的小指搭不住。现在这样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吧？现在倒是没问题。阿子啥？讲起来很轻松的。只要是不卡，基本上这车都没啥问题。我现在不会死机，死机是他们那个二轮线问题的。二轮线问题我们就没办法了，只能放二轮线。再放好了。